寒意在不断蔓延，杀山驴正在变异。庞大的能量波动，险些令我的魂骨集体爆裂。海神的金光炽热神圣，杀神领域变异的红光冰冷杀戮，这两种能量竟然把我的魂骨当成了战场，征途不休。是深海魔晶王产出的魂骨，而且正好是一块躯干魂骨。好机会！这里毕竟是海洋，海神的能量逐渐占据了上方。小五，别担心，三哥一定会没事的。这是百万年魂环，虽然与千仞雪的神级魂环相似，却没有那么强烈的神圣气息，反而有深不可测的庞大杀机。哎，这三哥的魂环好像不太对啊，难道这就是百万年级别的魂环吗？哥成功了。唐三，海神第八考成功，奖励海神亲和度提升30%，总亲和度99%。哎，小五，陪伴考核通过，奖励叠加。我的魂力连破两级，现在已到达99级。太好了，刚刚我们看到深海魔晶王的魂骨破体而出，冲入水中。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正在担心你呢。那块魂骨的出现果然蹊跷，冥冥中不知是什么力量在帮助我。杀神领域的变异是否也与此有关？我记得第七考完成时，小三的海神亲和度已经是85%，现在不应该只有99%吧？恐怕跟海神之心的破碎有关。那三哥的第九考不会有什么变故吧？只能等到海神岛后再询问波塞西前辈了。我曾祖应该也在岛上，他也会帮助我的。哎，你们吸收能量的结果如何？我的魂力到达88级，竹青86级，胖子86级，蓉蓉87级，小奥85级。哥，这深海魔晶王的能量真是庞大，我的魂力也到了80级，而且我吸收的能量尚未耗尽，等我拿到第八魂环后还会变得更强，以后遇到什么事我也能帮上你的忙了。唐三大人，我和族人们也接受了你分享的能量。人里有句话叫投桃报李，这是深海魔晶王脑袋里的宝贝，我相信不会让你失望。这金色的膏体就是深海魔晶王的精脑，10万年以上的海魂兽脑部会进化为一种特殊的药材，蕴含庞大的能量。至于这颗金珠，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，不过凝聚了深海魔晶王多年修炼的成果，肯定是件宝物，说不定对你传承海神神奇会有帮助呢。谢谢你，小白，是时候去海神岛接受最后的考验了。